吃大肉，还是得吃那个有品质的、有档次的、高端大气、上档次的海鲜肉筷子里的小一哥。大章鱼竹的腿，你看那腿型，你就说正不正就完了。哎呀哎呀呀呀，这行啊！你看我吃的那是啥？你都不认识，人送绰号那叫海灵菇。嗯。依旧这么帅。